明年是一定缺电，那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。我想人民的表达啊，就是最高的这个意思。但有一点我要提醒的说，不管有两个是能源的问题啊，不管最后人民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来做这个决定，但有一点我几乎可以确定的是，明年是一定缺电，那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，明年是一定缺电，工业也会缺电，家庭也会缺电。那么既然大家就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大家对为缺电将来就不要埋怨啊，要对缺电做出你应该有的准备。